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在韩国论坛真的非常狠心的 TWICE 成员贴文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关注。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在韩国网上，一个人的努力超越了毅力程度的话，就会使用 Toki 这个词。而很多网友们应该知道 ，TWICE 成员因为健康问题接受药物治疗后，由于药物后遗症导致体重急速增长，也因为是长期服用药物导致的水肿，所以减肥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昨天公开的照片，虽然还是有一点点水肿，但是几乎回到了之前的成员。有关心 TWICE 的网友们应该知道，在 成员因病暂停活动到体重急速增长后，真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谣言，什么从来没听过的酸言也都出现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照片，真的是很高兴。成员本来就自我管理做得很好，只是因为胖了一点就被黑粉喷，真的很心疼了。吼了很多吧，我是路人粉，最近看舞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肿，所以又很担心。看来现在确实是吼了很多，真的太好了。一般服药的话，就算食补加运动也是很难减肥的。算命们真的该被揍一顿，身体是瘦了很多，但是脸还是有点肿。吼伤心，但是之前身体很肿的时候腿还是很苗条。粉丝的话，说实话能这样为了粉丝们完全体活动就很谢谢了。 希望2023年KUICE都能健康快乐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贴文，上传该贴文的网友本来是ONE ONE的粉丝，在ONE ONE解散后就没有说再追任何一团，而他上传的各爱豆组合的形象贴文，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共鸣。 NewJeans时代青春感觉，歌曲都很好听，广受欢迎。 Heading 是猫像，迷你级女团 IVE， 强光影身材比例超好，歌曲很好听，广受欢迎。想到以色靠近镜头的直拍 NCT Dream， 以我们班来说，目前是最有人气的男团。哪杰明长得很帅，清凉歌曲 The Setupim， 김채원很受男生欢迎，喜欢何윤俊的女生很多，腹肌女团 The Boys 有很多长得帅的成员 ，MIX 曹云真的很漂亮，黑文很好笑，여자아이들 制作歌曲非常帅，风格是独一无二的。米恩很漂亮，是我的菜 ，Steady Kids 常常在 list 看到声音很低的那位，海外粉丝超多。制作歌曲的男团 ESPA 喜欢卡丽娜 Winter 的人非常多，朋友给我看了清唱的卡丽娜 Winter， 真的是非常漂亮，很有话题性。Tomorrow by Together 演员人气很高，歌曲题目都很长，听 Tubado Wadi Wadi 心情会很好。Itzy Yuna Yugoger 超棒，实力派，很喜欢前亮的舞蹈 ，Seventeen 成员很多。 刀群舞歌曲都非常耐听 ，Winner 很喜欢 Mino 模特男团，在学校播 Winner 歌曲的话，大家都会喜欢 ，Red Velvet 长寿女团之一，很喜欢 Wendy Joy 笑的样子，很漂亮，歌曲都很好听 ，Twice。 上中小学的时候，才艺表演必跳歌曲，舞蹈激烈，歌曲活泼。我现在也很喜欢 Nayeon， 跟兔子一样 ，Blackpink。 女孩子们很喜欢 Jennie Roger，男孩子们很喜欢 Jisoo。Lisa 在海外很有人气，很喜欢 Blackpink 校园风格的歌曲 ，IU 人很漂亮，歌曲好听，男女老少都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唱歌很恋爱的女生，都会在 KTV 唱 IU 的歌。EXO 国民男团，到现在也是经典歌曲，现在还有很多喜欢 Baekhyun 的朋友，防弹少年团，世界级的人气。 成武在世界杯唱歌了，在海外说我是韩国人的话，对方就会说自己也喜欢 BTS。 愚人年奖 ，Thank you， 很好笑，很善良，很幽默，好像很怕老婆，喜欢女仆啊，不是喜欢女仆装。啊，对，啊。